王部今天补提名十四位公司董事和四位监事候选名单，已送到公共电视董监事审查委员会，预计下星期一进行审查。在王部所提出的十四位公司董事候选名单，包括歌仔戏名角庞美云、财讯社长谢金河、智冠科技董事长王俊博、PDD 创办人杜义景、一美董事长高志尚、智荣基金会董事长施正荣、世代文化董事长周义成、高师大科研所副教授洪新南、东华大学民主语言学系教授孙家穗、台大历史学系教授陈翠莲、台大新闻研究所教授张景华、政大传播新闻系教授刘昌德、政大传播学院副教授王雅维，以及金马奖执委会执行长文天祥。另外也提名上映科技总经理蔡慧卿，共四位监事。十八位的哈，这个董监事的提名候选人里面呢，就我自己个人的哈理解哈，至少有三位哈是中间偏蓝啊，那么大概有四位哈是中间偏绿哈。文化部在提名的时候，其实有考虑到政治多元的声音，我们相信他们都可以在董事会里面会做理性的沟通哈，会做理性的论辩，所以这是一个充分反映哈台湾多元声音的一个董事会哈。王部长李永德强调，公共电视董监事都是义务职，没有薪水，所有候选人都是他亲自拜访请托，另外也有四位婉拒。外界如果对候选人资格有所质疑，王部也会负责说明和承担，并会展现最大诚意，拜访朝野立委寻求支持。依照公共电视法相关规定，董监事选出之后，公共电视董事长将由董事复选选出。外界关切未来会由谁出任公共电视董事长。政府单位啊，没有权利去指定谁啊来选董事长，也没有权利要谁不选董事长哈哈。所以现阶段呢，董事都还没有完全产生哈，所以我们绝对不敢哈说，哎，你就去当董事长，或谁去见董事长。